这是我有3公斤的黄金。不过如果分剩的就是我的，那你们应该都会有，因为它3公斤的黄金分得很小块，它切得很小。1公斤目前来讲是8万块美金，3×8=24，这里就是有24万美金。我们玩游戏嘛，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，一个小小的游戏也不算什么。我拿到的其实也不是很多，因为拿到的就是一小块而已，就是真的是3公斤，当然是很重啦。你看这个袋子都扭成这样子，3公斤嘛，很重。那都把它切成很小块。一个人一块，不要贪多，也不要多拿，就一个人一块这样子。有一只小虫也要来拿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一只小虫哎，怎么这里有小虫呢？还是活的啦，给它放生。臭虫，没错，不是1公斤，2公斤。我们玩游戏啊，剩下就是我的。很小片呢，它分成很小片，这一片这么小片，3公斤把它一片一片切成这么小，这一片呢，目前来讲起来大概有几百块，或者是1000块。1000块啊，一片1000块啊，一片就1000块。现在在我们雷藏寺里面，大人小孩都有份。一个人一块就好，不要拿太多，不要拿太多啊。不要说哦，我要带谁拿，我要带什么人，什么人没来，今天要来了。刚刚我看到有几个同门跑到门口看一看又走了。但是现在也不要打电话叫他们来。不要打电话叫他们来，就反正走了就走了嘛，对不对？有缘你就拿到这个。那这样，那个由这边的上师先来拿吧。啊，这个给您，不用顶礼，不用顶礼，拿了就走，拿了就走。这个连雄也是奇怪，怎么今天来？金拿嘛，感恩师尊。我讲过的了，每个人一块嘛，好。
应该够的啦。如果不够，我想办法再补。都拿了吗？这边的上司都拿，换这边的上司。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拿了不要掉了。这莲池也奇怪，怎么今天来？哎，莲池也是奇怪，怎么会今天来呢？他从来没有来的。小块好玩呢、啊，这边的上司都拿，还有那个现在影音组的影音组来拿，你给你一块，嗨，谢谢主任。哎，阿尼玛。小意思，好玩好玩呢、啊，大家好玩呢、啊。好啦，还有坐在那里面的同门，坐在龙边的同门。这小晶片呢、啊？哦，谢谢。不要真的拿到不够了。坐在湖边，湖边的同门，坐在活计部的同门，这个小小的，小小的一点点而已。小意思，小意思啊。小晶片哈，另外这个龙边的这个，啊，这边第一排，第一排完了，第二排哈，哇，很慢，速度慢。
办会会花到完。谢谢谢谢，小金片。谢谢谢谢。哎。不少哎、欸，哇，花到一公斤了嘞、欸！谢谢师尊，谢谢感恩。不用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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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快。不好意思，劳动别人花的样子。不用跪，不用跪，不用跪，不用不用跪，不用跪。哦，这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好，比较快。谢谢师尊，忘了谢师尊赐福。好。谢谢师尊赐福。谢谢。不用跪，啊，不用跪，不用跪。不用跪，谢师尊，谢谢师尊，小块小金块而已啊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好，龙边的都花完了，再来就是虎边的。芯片，大家玩一玩。你们这个温哥华莲池那边的突然间跑来这么多人，师尊我爱你，谢谢师尊。那小金片呢？哈，感谢师尊，感恩师尊啊，真的大大师父的啊。阿弥陀佛，不用跪，不用跪，不用跪，不用的，合掌，合掌就好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师尊，感恩师尊。你给人一小块而已啦。感恩师尊。哎，楠楠。谢谢。
谢谢你。哎，晨晨。还有我。Thank you, gracias, Grandmaster. 哎。不用跪了，不用跪。不用跪的，不用跪。哎。哎，双连。哎。谢谢师尊赐福。谢谢。谢谢师尊。谢谢师尊。没有了吗？好，大概快两公斤了。一般来讲是一公斤，现在8万。两公斤就$16万，没有 baby 吗？有，哦，有怀孕的，怀孕的也有，怀孕的也有。剩下了我就收回了，只有今天，因为明天来的就不算了。啊，今天来的都有。我讲过嘛，要花给大家嘛，一个小小的。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就今天晚上要花，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连师母也没有。啊，通通都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已。这，那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刚刚看到有人站在那个雷藏寺的门口，然后就合了一个掌，然后就转身就下去开车，他就开车走了。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就他如果进来，就有一块小金片。小芯片，对。